一根这样竖起来。有吗？有没有看到？我们香的，它很香，只能用 amazing 来形容。而且很香，对，很下别。这边很亮，对，你的右手真的很亮。然后这边很暗沉、很干的感觉。对啊，这个就是你不管是用隔离霜啊，还是粉底什么的，它都可以，就是你点一点，它就可以直接撸撸撸撸撸，然后就很均匀。异状类的东西，对，都可以。其实我看过手残的人都可以用。好，那我们呢，就在现场请我们一位同事，男生，真的是男生吗？毕竟我要试试看他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，好不好？如果连男生都会，那就真的厉害。对，你第一次用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就用你自己的方式，然后帮雨婷上妆，就是旋转这样子撸撸撸就好。他现在很紧张，我脸一直在狂震哎，而且他肉一直在震。妆的时候还边按摩，哎，真的，对不对？有吗？所以你不可以往下。好了，哎，好快哦。超均匀的，对，就是说，就是你在家，对，手台也可以用，男生帮女老婆或是女朋友用，也都、OK、还蛮贴心。哎，就两只吗？两只。哎，这样吹灭几只？两只而已，功力不是很强。太夸张了吧！你太夸张了，很夸张、啊，你几乎是全灭。对，其实是全灭，是全灭。一二三四五，吹灭了五根。